都把 A 盘呢，今天有不满意的又换了。那请过来。现在都是排排喽，不要晚了。因为在那很坚持，说好那个桌搁那，跟他说没事，你走吧，等会走了我还要跟那蹭蹭，非得跟那个桌搁到这个前边。他说家俺这写字嘞，非得搁床这底下，有阳光，说是。你就是俺这凉席子比较好。妈呀，给这五花不当家。俺带你去给他安排的明明当当的。那他妈俩吃啊？你不能好不容易等到让顾他们等到他来，你偷不着人了。这不能够按摩点儿泡猫了。大哥，俺俩干普通人，说来，你小姑说过那都洗洗了，我心里想你再找找不着了，要不然吧不叫扔。这切掉了。是什么？他们家出了门，跟那床一弄，跟那床跟那这儿，就是俩就是，那你那俩就是俩多少了？别有在不长点，姐俩在旁边呢。你不长点，不长点呗？啊，不长点，我老了，你好像要这样子，老鸟，你不长老，你得等我点紧要的东西，别让给他难都是往外截掉了，你要截掉都找着那儿站那儿。不行呀，我那能住的。哎，对，你不想扶住？就让底下先扶住，哎，扶住，就让扶住底下。你给俺走，我得要扶住道。嗯。这谁叫也带劲呢？俺爸他俩不管谁搞不俩谁。别，不管他家。这个床太小了。温柔的话语。